这个学校啊，叫广州市信息技术职业学校。信息技术职业学校主要是哪方面啊？因为那个信息技术比较火了之后，可能好多都是和这个信息技术相关的啊。这应该原来是一个核酸的采样点。估计以后可能也用不到了吧。哦，这应该是校门吧，我感觉像是建在一个坡上一样，因为现在看不太清楚啊。这应该是个学校的大门吧，一般学校大门会建的比较那个雄伟啊。那后面应该是教学楼。哦，真是啊，广州市信息技术职业学校。学校应该也放假了吧，因为疫情的关系。